以前在讀書的時候，真係望到一啲以前好中意，即係又唔敢開口表白喎，但係又淨係死個心底入邊又好中意個女仔，即係每次個女仔經過入邊又會心花怒放，即係入邊係著曬燈㗎，但係咧又唔可以俾個女，又唔敢俾個對象知道。咁但係我嗰陣咧，我就好膽怯嘅，我企喺度望住，哇、哦，好心儀對象啊，但係。轉個頭就已經邀請咗出嚟跳舞。你嗰陣有冇上禮堂唱歌嗰啲咁樣噶？中學開始咗唱歌。有嘅有嘅，嗰陣係已經即係 Christmas ball 都會有一啲表演咁。我嗰陣時以前都表演過。喂，咁唔得喎！表演嘅時候應該下面有好多人注視你。有㗎，但係完咗之後，你又攞翻去又唔敢幫嘢啦。係啊，錯失良機啊！你話唔同我啊嘛，我以前細個上星光唱歌嘅時候，攞翻嚟俾人笑㗎嘛。那個效果真的，那時我班長會跟我說，哇，那些新人你唱到這樣，我們班的同學不太想支持你，我自己不開心的聽到大佬，大佬你是我班主任來的，現在逐漸進步了，現在他們很替我開心的，即我現在跟我們那班的同學都有聯絡，班主任都是有聯絡，他們現在很替我開心的，真的進步了，大家都見證著大家的進步和成長。他是一個很認真，他對表演很認真，他對自己 的表演，對自己每次的 live 演唱都很認真，但是有時候我想他放開一點這個枷鎖，即是不要箍得自己太緊，因為其實 他唱得好，即是大家都說他唱得好，但是他經常都覺得好像背著這個名字，他會覺得 很大壓力，那我想他好玩一點，即是 playful 一點，那我覺得會對他上台的表演上啊，或者在這一行都會開心一點，因為我覺得喜歡表演的人某程度上都是一個貪玩的人，喜歡試很多新的，所以我想去再貪玩一張。嗯，你搞什麼？我很認真，你想咬什麼？如果被人標榜了你唱歌好的話，那你每一次你都會要求著自己不可以有一個失水準的表演，那我自己對自己要求都高的，咁如果有一少少失準嘅時候，我就會好唔開心。經過咗兩年嘅洗禮之後，其實都已經進步咗好多噶啦。我覺得佢唔好咁固執咯。佢如果失住咗喺呢個世界嘅時候咧，佢永遠都佢唔會打開隻耳仔去聽人哋講嘢。嗯，係啊。咁佢有時如果要即係呢一行，即係有好多意見，其實有時都會幫到我哋。咁佢如果打開咗耳仔嘅時候咧，佢吸收咗呢啲意見嘅，咁對佢嚟講，我覺得都幫助幾大嘅一件事嚟嘅。係啊，佢喺文質度，你講咩，我都覺得唔啱嘅。即係如果喺嗰件事，我自己個己見覺得唔係，我覺得件事應該係咁樣喎。即係如果未有一個人真係說服得到我嘅話，我真係會喺嗰個位度會好固執。嗰個時點要觸發到我固執先咯。係，咁先至會發生嗰個情況。我呢首歌難嘅位係第一，佢今次嘅字嘅速度同埋密嘅程度比特登更加快，咁花咗好長嘅時間去練呢一個咬字，同埋喺第二段嘅 melody rap 度，因為第一次嘗試 rap， 咁同埋今次 Terry 好著重想幫我揾一把新啲嘅聲，揾一把好唔同以前 Anson Kong 嘅聲，因為佢覺得我把聲仲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咁就想喺呢一隻歌度發掘多啲，所以特登去幫我揀一把，揀一個新嘅音，一個新嘅通嘅聲。呢、這個聲連花姐聽完都覺得，哇！呢把聲好唔似你喎。跟住我哋就覺得，哇！係啊，中啦！我哋就係想要呢件事，就係想慢慢去微調翻以前嘅壞習慣，去改善，然後希望有一個呢把會係一個將來會係 Anson Kong 嘅一把，其中一個獨特嘅聲線。競爭性我哋三個自己又冇嘅，但係我哋嗰陣時啱啱出個出都話最希望最完美嘅大結局就係希望三個都一齊上台，呢個係我哋最想 picture 到嘅。實我哋啱啱我哋喺度講都話想為自己攞嘅，其實唔係為自己攞，希望個獎個 honor 其實係幫過我哋嘅幕後團隊攞，因為我哋各自嘅監製，幫我哋拍 MV 嘅導演，我哋嘅填詞人，喺今年嘅三首歌其實都幫助咗我哋好多，亦都。付出了很多心血，即如果真的有機會攞獎的話，是很希望個 honor 係可以為他哋而攞嘅。我哋明白粉絲一定是想自己的偶像去得獎，但是獎就只係得幾個，咁係即係有係啊，咁希望大家係記住 Mira 呢，我哋幫 Mira 攞獎咁就 OK 啦。同埋唔可以否定的一樣嘢就是我哋其實做今年三首歌，其實每一個都很努力咯。嗯，
即係都想將佢哋嘅 message 喺啲歌曲裏面帶出嚟，影響到大家。咁我覺得做到嘅一樣嘢係令到大家可以聽多啲廣東歌，呢樣已經係我哋三個好想做到嘅事嘅。即係獎呢啲係其次嘅，即係令到更多人去了解廣東歌啊，接觸翻廣東歌先至係我哋最想做到嘅嘢。